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这个时候来参与 SCMC 与 BTMC 的联合崇拜，请听上帝话语，诗篇34篇4到7节。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弟兄姐妹，让我们来唱这一首《主我跟你走》，来献上，来向我们的神献上敬拜。跟我走，往普天下走，天涯海角紧紧抓住我。主，我跟你走，往普天下走，死因幽谷紧紧跟你走。之王，万主之主，有你跟着我，我害怕什么？因你战胜死亡，得胜君王，信心的路，我永不回头。天君在身边，塑造我的心，谦卑地聆听你的话语，深植在我心。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知足，你跟着我，我害怕什么？因你战胜死亡，得胜君王，这信心一路，我永不回头。因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着我，我害怕什么？你战胜死亡，得胜君王，这信心一路，我永不回头。
接下来，让我们来唱这一首新的意象、新的方向。求主你在这个时刻，能够在这个艰难的时刻，能够赐给我们新的意象和新的方向。有敬拜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全地都要渴望无憾荣耀的主，我愿神国度的荣耀彰显，你都要歌唱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神的引领看见新理想，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有敬拜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全地都要渴望无憾荣耀的主，埋单比第二次看见新理想，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你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
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来一起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艰难的时刻依然健康的活着，依然可以透过线上崇拜来聚集在一起。主啊，在这个疫情严重的时刻，我们每个人都分别面对着不同的困难，求主你赐给我们所需要的力量来面对，继续来看顾我们。我们有些人当中可能生病，求主你使用医治的大能来医治我们。我们有些人当中可能面对金钱上的困难，工作上的困难，主啊，也求主你继续的来看顾我们。我们当中也有可能是学生，面对学业的困难，主啊，求主你继续来保守。感谢主，你一直以来都在看顾我们，是的主，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啊，求主你继续的维持我们对你的信心，来面对这个疫情。感谢主，感谢父神，祷告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主内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我们可以在线上再一次聚集，也向这个傍晚或者是晚上你看视频的弟兄姐妹，愿上帝也施恩帮助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这时候要一起来学习上帝的话语，我们今天也继续会用以弗所书来分享上帝的话。我们先向来我们首先向上帝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这个保罗所写的这封书信，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也实在清楚看到是保罗他的祷告，他屈膝在你面前祷告，这一个身体的语言让我们看到我们愿意双膝跪下，乃是因为要朝见你，乃是因为深深的发觉主你是我们难以测度的上帝，我们在你面前屈膝向你祷告。天父帮助我们存着谦卑的心来亲近你，来渴慕你。父，挪走我们一切的私情，挪走我们一切的私欲，挪走我们一切的这个自我中心，帮助我们投入你自己的这个的话语，你的爱里面。父，你建立我们，我们把这一段的时间，把要所读的经文，所要讲的讲解的都向你仰望。我们知道一切的不完美都可以在你圣灵里面，还有你自己的教导里面被完美被成就。天父，愿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动起奇妙的善工，奉耶稣的名祈求， Amen。 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星期的经文，保罗的这个祷告。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如此记着说，这是保罗的祷告。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 Amen。 这是上帝的话。在文德甲牧会的时候，有一位姐妹五十多岁六十岁，每一次她见到我的话，他都会提起，他会 跟我说，他说牧师我很喜欢你的祷告，他会强调一两次，我很喜欢你的祷告，我很喜欢你的祷告。我听了过后，我其实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喜欢我的祷告。通常我会鼓励说，哎，谢谢你常常为我祷告，我很常都会提醒信徒为牧者祷告。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喜欢，但是我肯定的知道
我是在向上帝祷告、因为我只能够依靠上帝。我深深的体会，在牧养的过程当中，我很多东西都不能，很多面对很多的挑战，比如刚刚出生的孩子在 ICU 里面需要接受治疗，我不能够做什么。好像有一些智商不高的，他们所面对的这个的挑战和压力，我也不能够马上让他们智商变得高。而有一些人是自我要求非常高的，以至于自己被自己的要求压得很辛苦。那我也有一些人是脾气非常暴躁的，我也不能够马上让他脾气不暴躁。还有呢，有一些人很难怀孕的，我也不能够让他怀孕。大家有很多很多事情，有太多太多的事情是我没有办法帮得上忙的。但是我知道我可以认真的祷告，我可以真诚的来向神祈求，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真的面对很多的无奈，但我们这也真的可以到上帝的面前向他祈求。而今天保罗的这个祷告文里面，他又教导我很多的功课。每一次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发现太丰富了。每次读到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太丰富了，这段经文太丰富了。他教导我们可以怎样来祷告。有时弟兄姐妹也会问牧师要怎样祷告啊，我不会祷告，要讲什么我不会。好，如果你今天好好认真的来看这一段话的话，保罗的这个祷告文就可以提供我们一些的、方法，一些的指南，一些的句子，原来我们都可以来 向神祷告，而且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就看、保罗在这祷告里面他强调什么。第一点，他祷告的内容里面，他向神祷告说，求神让信徒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求神让信徒的信心爱心、这个爱心有根有基。好，你知道为什么这一点非常重要吗？你要想到在保罗写信的那个时代，这个以弗所教会那一代教会所面对的这一个的情况，你知道吗？那个地方对这个雅典女神的这个偶像崇拜是非常强烈的，所以那个灵界的战争是不可以忽略的。以至于在以弗所书最后一章的时候，保罗就强调了那个穿起军装来跟这个灵界的这一个的征战，看出，所以他们面对这个灵界的征战。然后你也不要忘记，尼禄皇帝在那个时代是逼迫基督徒的，所以信徒们也面对这个政治界所带来的这一个的逼迫。信徒不多，但也遭受逼迫。在看清楚一点的时候，我们发觉原来保罗也被软禁起来了。信徒，我们爱主的人，我们也会面对这个苦难。对信徒来说，这个是心里会害怕会担心的，我们要面对我们内心世界的这一个的惧怕。所以你看，在以弗所教会那一区的人，他们面对这个灵界的这个的挑战，面对这个政治界外在环境的压力，他们也面对他们自己内心信仰的这一个挑战。所以保罗他就在祷告里面，他对这一些信徒他祈求上帝说，上帝你帮助这一群的人，他们的心是能够刚强的，他们能够继续的活出这个爱心，他们能够活出有爱的生命，继续的活出来。我的祷告每次围着病痛的人，我就祷告求上帝医治、让病痛的人好起来、其实这一个的经文里面提供我们一个方法，我们可以祷告说，上帝你让这个生病的人他心里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因为这一个人这个信徒心里面有圣灵跟他同在，也因为圣灵跟他同在，这一个信徒他可以被刚强起来。所以保罗在他的祷告里面呢，他就祷告上帝，让这个人这生病的人
这个在痛苦里面的人，他心里面的那个力量，然后圣灵的这个周围，可以让他再一次的刚强起来，继续的去爱。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啊，可能我都会常常讲这个故事，我很喜欢。这个故事是巩立仁牧师他写在他的一本书叫做《我们四个人》里面的一篇的故事。故事是这样子的，应该他的那个孩子不是六岁就是九岁了，在我印象中，我要找我那本书，但是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他的故事是这样子的，这样发生的。他说有一天他写哈，有一天这个孩子应该是小六岁或九岁的这个孩子，他跑过来问爸爸，问我咯，问这个巩立仁牧师，他就问这个爸爸，他说爸爸你爱我吗？爸爸很直接的跟他说，当然，当然哦。孩子又问爸爸，你为什么爱我？这个爸爸说，你说呢？孩子很严肃的就说，是不是因为我听话啊，爸爸？爸爸说，是的。孩子又继续说，是不是因为我有好成绩？是不是因为我跑得快？是不是因为我很诚实？爸爸不厌其烦地说，是是是。这个孩子就很调皮的就问，他说，如果我不听话，爸爸你还爱我吗？爸爸对他这孩子的话摸不着头脑，但是就继续的说，他说，如果你不听话，爸爸当然还爱你啊，我还是会爱你的。孩子听了过后很开心，非常开心，他进一步的问爸爸，他说，如果我不诚实，如果我不去帮助人，如果我不用功不努力，爸爸你还爱我吗？听了这个话过后，爸爸很温柔的仍然跟他说，我会继续爱你的，孩子，会继续爱你的。然后孩子就愣了一下，问爸爸，他说，爸爸，那么为什么我要听话？为什么我要诚实？为什么我要去帮助人呢？因为你始终都爱我啊。如果你是爸爸，你会怎么回答？你面对这个孩子，你会怎样跟他说？这个巩立仁牧师，这个爸爸他就说，我不知道，你说给我听吧。这个孩子想了一想，这孩子撒娇的跟爸爸说，他说，爸爸，因为我也爱你。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从这一个小孩子的这一个思想来说，这一个的事件其实很具体的表达着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你想一下，这就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不是以行律法来做好事来得到上帝的欢心，我们其实在这个圣经里面，我们也其实看到，其实我们愿意好，我们愿意爱，乃是因为我们领受了爸爸的爱，我们心里可以刚强起来，我们可以去爱，是因为上帝丰盛的荣耀，还有借着他的灵，还有就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上帝这丰盛的爱在我们的心里面，以至于我们的爱不是要遵守律法，乃是要回应上帝的这一个美好的爱，我们去爱，我们心里的力量再一次被上帝的爱激励起来。这是保罗的祷告，求上帝帮助我们，上帝的爱实在让我们经历，以及我们心里的力量再一次的刚强起来，我们的爱心是有根有基的。第二点，我们看18到19节的上半节，保罗祷告说，希望信徒能够明白基督超越的爱。一同，经文18节在那里，一同一起，大家所有信徒一起来明白基督的爱。
好，这是一种群体的认知和体验，就是我们大家一起要去体验的。好，出埃及记就是一个非常具体的群体去体验神，去经历神。在基督信仰里面，我们需要这种的群体的经验。保罗在这里祷告上帝，上帝不是某某信徒他一个人经历上帝就好，而是整个的这个群体，整个教会的群体能够一同去经历上帝无法彻透的这个的爱，这个丰盛。好，教会怎样一起去经历明白上帝的这个爱呢？记得在几年前参加带领教会的这个布道的布道所的人，还有教会一些人去参加年会的布道奋信营。从这个奋信营参加过后回来，我们就有一个的讨论过后，我们就计划我们每一个的月的礼拜的崇拜有一次，我们不做崇拜，我们就做这个温馨周，用这个温馨周的机会来做布道的这个事工，每一个月一次。好，母堂就那时就呼召母堂有四个人，我的心里的数目也是四个人，就上帝也预备了四个人，我们一起委身参与这个布道所，在这个一个小地方做这个布道事工。我们开始就一起讨论要怎样计划这个布道事工，我们用李顺长的资料，我们就计划有这个晚餐，本来八点聚会，但是我们七点就有晚餐，然后八点我们有敬拜破冰，然后有话题交流，有信息的分享有这个呼召。弟兄姐妹第一次跟第二次的聚会都是信徒参加，没有非信徒刚才有一点点气馁，但第一次聚会过后我们有讨论就分享要在哪一方面提升。我感谢上帝，其实这两次也提升了信徒怎样领唱，怎样做破冰，怎样带领话题，都给我们有这一些的经验。第三次第四次过后就有慕道友在我们当中，我们很高兴有慕道友参与。有一对的慕道友夫妻，他说他的老公不喜欢来教会，叫我自己去，后来他得把他的老公带来。后来这一位的姐妹信了耶稣，然后也立志，然后也已经洗礼了，洗礼了成为基督徒。他说这个温馨周真的很温馨，他很喜欢参加这个温馨周。好，这个温馨周所带来的喜乐那个人可以得救他整个的家族都很开心。好，一个人可以蒙恩得救，那个跟他身边在一起的这个的家人家族，还有这一群一起去布道所服侍的这一些的委员，一起策划这个温馨周的人，我们都是一起来体会到上帝难以测度的爱，上帝怎样的去感动这个人超乎我们想象让他可以立志接受耶稣基督。然后他的先生到最后期的时候也愿意举手说愿意教会为他祷告这是很难以想象的，因为他从完全的抗拒到愿意举手请欢迎教会为他祷告，这是我们很难以想象的。所以我们那种的喜乐是我们群体一起去经历的，就是那一群参与在这个布道事工的人一起去经历的。好，再谈另外一件的事情，就是两年前我可以到一些地方开会，我一个同工就陪我一起去他就去筹款他在筹款围着教会的这一个的牧师楼筹款，就去到一个比较小的教会在这个筹款的过程当中，我常常有听到他的分享这个小的教会大概十多个人他分享过后呢，筹到的这个款额是4000多块对我来说是蛮惊讶的，因为那个小教会呢只有十多个人罢了，十多个人竟然愿意奉献4000多块，我觉得是蛮惊讶的。后来又去另外一间大概有20多个人，但那一间也奉献了好几千块超过4000块，好几千块，所以我觉得是很令我惊讶的，很令我惊讶的这些的这么弱小的教会也竟然愿意的这么愿意慷慨的参与奉献，看着他筹款听着他分享
我也被激励，我又再多一次的啊参与他的这个的啊筹款贡献。然后一两个星期过后，我就问他还需要筹款吗？他说哦不用了，完成了。然后感谢主，哈利路亚，完成了啊，数目达到了，达标了。好，当他说数目达标的时候，这一次呢，我心里就有一个的感触，我说原来要参与奉献，不一定是会有机会的。那个目标达到了啊，他就不收了，就算你要给钱，他也不收啊。所以要参与，就要趁着有机会的时候，趁着可以的时候，要珍惜那个机会，快快的参与，因为机会一没有了就没有了，你要参与都没机会。好，这是我那一次的很深很深的这个感受。所以不要觉得哇，我可以参与，不一定的哦。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珍惜，我们能够奉献的时候，能够参与的时候，我们就尽所能的参与在这个筹款建筑方面。好，教会我们这个母堂 SCMC 圣淘沙卫理公会也在筹款，我们在大概七月八月我们要付清我们的这一个的款额170万、这一个的款额是非常大的数目。我说过在这个时候，在这个阶段我们要筹款的确是很困难的，坦白告诉大家是真的很困难。如果有选择的话，现在大家都会努力的去救济贫穷的失业者或者有需要的，帮助那些灾情的困难的家庭买食物给他们。就因为这个是在很困难的时期奉献 MCRD， 我们都很愿意去奉献 MCRD， 不管是买这一个的救济的或者是去其他地方救济就好。我个人也非常的赞成在这个时候我们比较多尽全力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感谢教会这一个 SEMC 在这一阵子洪荣弟兄有拍了很多照在群组里面，有送了最少三家以上的那些贫困的教会也去帮忙他们送食物给他们有需要的。所以这个是体现上帝爱，我觉得这个是目前很重要需要去做的教会真的需要去做的。那筹款的事情怎么办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在这一个的事情上，我们大家也要学习去祷告。在教会筹款的事情上，我们要继续的努力的祷告交托主，让我们不慌不乱而不紧张，在这样的局势里面我们一起去期待，一起去体验，一起去明白上帝的爱超过我们所能测度的。我觉得这才是重要，我们一起来经历上帝，上帝怎样感动我们，怎样在这个事工上供应我们，我们也继续要把荣耀归给上帝，求主施恩给我们。第三，被上帝一切的丰盛充满。在童话故事里面，我们常常会看到 这样的情节，有一个美丽的公主，她听到了这个巫婆的话，巫婆跟她讲了一堆话，告诉她说你是丑的难看的要命，你的脸孔千万不要给人家看，会吓死人。好，这个美丽的公主从小就受这个巫婆的这个话语所毒，结果自己呢就感觉自己非常的丑陋，自己把自己关在这个的塔里面。有一天有一个王子发现了他，就把他救出来。这个时候这个公主才发现到原来自己是美丽的，这个公主重新重获自由。好美丽的童话故事。其实我们人就是这样，你发觉吗？其实我们人很常会因为别人的批评，别人的一些的眼神，我们信以为真，我们就会跌入自卑的牢笼里面心里被牢笼牢住，我们把自己困住，我们会自责我们自己，我们会怨天尤人，我们会埋怨这个社会不公平，我们会埋怨上帝不公平，我们会因为这一个的疾病苦痛，我们让自己困住自己，
我们不得自由。好，保罗在这里他祈求上帝什么？他祈求上帝说，上帝愿你一切所充满的，上帝一切的丰盛。你想想，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上帝一切的丰盛、哦、充满我们，而不是我们自己被困在我们自己的这个牢笼里面，是上帝一切的丰盛充满我们。哎，我很想哦，我求上帝哦，读到这里的时候常常都会求上帝，上帝我愿你一切的丰盛充满我，充满我、啊、就好像呼吸这样，吸的时候是 Jesus 呼出来、哦、Jesus 让耶稣基督不断的充满我、啊、这个一个属灵的操练，让自己可以充满充满上帝。好，这是保罗的祷告。昨天围着碧珠姐妹祷告，在 Zoom 的时候、围着碧珠姐妹祷告，晚上的时候我就跟上帝聊天的时候，我就突然会想到，我就跟上帝说，我说哎，上帝 我求你一切的丰盛来充满碧珠姐妹，上帝碧珠姐妹承受得了吗？你那么样的丰盛，你那么样的美好，那碧珠姐妹承受得了没有？上帝，我们的生命有时是破洞了，我们有时承受不了。你这么好，这么棒，我们怎么承受得了？好，当我继续跟上帝对话的时候，我最后一个非常肯定的，我跟上帝说，上帝，我不懂，我不懂这个啊，碧珠姐妹是不是会承受得了上帝你所有的丰盛？但是对我来讲，啊，上帝，我要你的丰盛。我要你的丰盛临到万，临到我的生命里面，就算是一点一点，那也够了、哦、一点一点 sikit sikit lama lama jadi bukit、哦、我愿上帝你的丰盛 就是怎么多少一点一点也好，就是临到我，上帝我愿你临到我，让我是越来越丰盛、哦、我发觉了，原来重点不在于碧珠姐是不是承受得了，重点是在于我仍然要祷告说，愿上帝一切的丰盛临到他，哪怕是一点点一点点也好，上帝你的丰盛临到他。为着我们所爱的牧者、啊、患病的这一个患上病毒的这一个的、啊、朋友牧者们，我们真的要求上帝施恩怜悯，特别是基督徒，我们要求上帝让他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刚强起来不是为自己，乃是能够继续去爱，继续去活出爱。第二，我们要求上帝让教会的信徒跟弟兄姐妹一起明白基督的爱，我们通过祷告彼此的服侍那些在病床上在 ICU 里面的弟兄姐妹，而且好像这个新会会主动的去关怀，问一下牧师的情况怎样的，也给大家知道，以至于大家可以祷告、啊、可以交托、谢谢新会姐妹、哦、可以在这方面 update 我们这个牧者的这个情况是怎样的，我们、一起来经历上帝、啊、要丰富、啊、丰盛、啊、我们的这个关系、啊、最后我们也要、啊、把这个牧师或者是患病的人他们全家，我们都要求上帝，上帝一切的丰盛，上帝你的丰盛充满他们，哪怕是一点点也好，上帝你的丰盛 充满他们，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最后我们也要像保罗这样、哦、不单是为这一些人求，更重要的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上帝，因为上帝仍然是掌权的上帝。我们看到在最后尾的时候，保罗他不是单单关注这一群的人，他也看到上帝。我们人尽管如何，我们一定要把荣耀归给上帝。他说二十节二十一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永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很美的这荣耀颂、哦、直到永永远远。
我们在这里看到上帝掌权对生命，上帝掌管我们在世界上的每一天，我们活着的每一天，上帝也掌管我们以后到他里面，到他面前的生命。上帝是生命的主，那一个以后我们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也是掌管我们生命的上帝。所以你要记得，是世世代代永永远远上帝都在掌权。好，另外我们所面对的挑战，老板每一天骂我，或者我找不到工作，我家里的问题一大堆，我的挑战多的又多，政府又这样又那样，这一个社区的病毒的感染力越来越多了。好，这一些的问题就如我引言所讲的，太多太多的事情我没有办法帮得上忙。其实弟兄姐妹，我真的要承认一点，是我是无能的。我们不喜欢承认我们无能，但实在的是，当面对这一切的时候，尽管人类不愿意不喜欢承认自己的能力有限，我们还是要看到我们真的是有限的。但你要记得，请你一定要记得，圣经在二十节那里清楚提醒我们说什么，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神能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Amen， 这是我们的上帝，愿荣耀归给上帝。我们来同心祷告。天父是的主，谢谢你借着保罗的祷告，这么丰富的祷告，告诉我们可以怎样向你祈求。谢谢你，你的话语借着圣灵继续在我们内心深处开启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爱超乎我们想象。我们所求的其实也是很有限的，我们一直用我们自己想要的方式来得到我们想要的答案，但父你说，很长你都说，这些都不是对我们最好的，这些只是祝福我们50%罢了。主，你也要把100%的美好赐给我们。天父，你的丰盛超乎我们想象，你愿意把你自己倾倒给我们，父，我们愿意敞开心怀领受你的丰盛，哪怕是一点点也好。天父，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继续向我们说话，奉耶稣的名祈求， Amen。 好，今天我们就以行动来回应上帝。我们从保罗的这个祷告里面，我们看到了祷告可以是这样子来向他祈求的。我们这时候就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开口来向神祷告，我们求上帝让某某人心里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因着上帝的爱可以继续去爱。我们要祷告圣淘沙卫理公会和以及定义布道所的教会信徒整个的群体，实在的可以借着布道，借着见证，更加多的明白上帝超越的爱。然后我们也要祷告某某人被上帝的丰盛而充满。最后不要忘记，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上帝。这时候我们用3分钟的时间来向神祷告。你知道我的软弱，你用圣灵的大能来坚固我，你的恩惠和慈爱为我预备，你心事极其广大，你的怜悯不知断绝，满有恩典。我寻求你，仰望你的容颜。
是的，主啊，有谁像你能明白我们的困境呢？有谁像你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呢？当我们在人生各样的愁苦之中，唯有你的怜悯能扶持我们，使我们重新站立。所以我们要再一次来呼求，呼求你的恩典降临，呼求你的怜悯复辟。因为唯有靠着你的怜悯，我们可以向审判夸胜，唯有你的能力是可以在我们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唯有你是我们现在的帮助，也是我们永远的依靠。我呼求你。那我们感谢主，我们 教会的这一个的家事报告，请大家在群组里面可以去阅读 WhatsApp 群组里面阅读。这时候我们就以信心来领受上帝的赐福，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已充满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同心说 Amen。 我们一起来唱阿门颂。我们一起来清唱阿门阿门阿门。好，我们这时候默祷平安的上会，愿上帝继续引领我们懂得向他祷告，愿上帝继续与你同在，赐福与你 Amen。